武则天其实自小就美貌过人，保养到后来25岁还是跟这个年轻15岁一模一样。独门秘方叫做益母草折面方，服了10天之后呢，脸色就会变得红润。慈禧太后的益母草也好几种，那我选的就有19种，你都用一些白色的药材。周一周二晚上9点，姐妹站出来。